慧娘，我是慧娘，我是慧娘。慧娘啊，慧娘，慧娘，你是慧娘，我们终于可以相见了。李慧娘，你是慧娘？是我，我是慧娘啊。慧娘已死三载，怎会有借肉身还魂之事？怎会这样？刚才我为什么会说自己是慧娘呢？难道真的正如相师所言，李慧娘阴魂不散？慧娘，李慧娘，你就是凭这件信物来迷惑我的裴郎吗？